年龄歧视是交友软体一个很大的问题。昨天人家告诉我说，是新的很好用的约炮软体，在50岁以上的那种软体里面找到第二圈。因为那个老人软体是什么？应该要装一下。李仁哥，万一啦，李仁哥，你不万一李仁哥。哇，桃姐，今天我请到了两位比我还要妖娇的姐妹啊！不要这样说，I'm sorry， 阳光，阳光是一位，代号叫做叫 Dennis 就可以了 ，Dennis。Dennis， 我认识你多少年了，我没有叫过 Dennis。你有叫过我猪猪吗？我没有。天哪！你叫我贱人，对不对？对，我都想贱人。那旁边这位更贱的是茂茂啊，茂茂，有点的茂茂。好，今天我们要来谈论别人的人生。你有没有觉得别人的人生都过得比较精彩？不一定，别人的人生也有过得很乏味，但有些人真的可以想办法过得很精彩，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像我们一直在讲一个词叫同温层，然后我就觉得我的圈圈很小，因为我就后来都听到别人的生活人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原来人生可以这样过。比如说我的手机里绝对没有一个东西叫做交友软体，你有几个？我目前只有一个，但我声明我现在不是单身。那为什么它还存在的理由、啊、是因为它要付费的，买了第一年付了一年年费哦、嗯、我第一个月就认识我现在的伴侣，他知道我付费，他就跟我说：“那你不用删，我不介意，反正你都付钱。”就那一个。在软体上面会写你几岁吗？年龄歧视是交友软体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可以说谎，比如说可以，我就弄一个也不是我的头照，然后说我23岁，可以吗？至少我们保养不错，所以我们跟实际年龄是可以说谎，合理说谎。所以大家上面都会减个几岁。像我昨天最好笑，因为我没有用那个现在最夯 Tinder， 只有为了您下载的。你打开一下，刚刚说已经有人喜欢你了。对不起，我谎报年龄，不要笑哦。我跟你讲，我为什么想做这一题，就是呢，后来我发现，因为像比如说同温层嘛，我们都是循规蹈矩的女校啊，这样一路读上来，所以大家个性应该都差不多。就后来我居然发现说，我的一个以前的女同学，她有在用交友软体，因为她单身，然后她真的就会约男生出来。你知道，当然我们可能大家会出来琴棋书画，也有出来是吹奏乐器的，通常是吹奏乐器。我就是不可想象，我就想说，哎，其实这件事是好事，因为很多单身的人他也需要身体的满足嘛。尤其是网络时代发达之后，其实一般人不太会社交，真正面对面的时候，他真的不会跟人家讲话。很多人最讨厌在交友软体，一个人一开头问你就是找什么的找哦，就是说你要约炮还是要谈恋爱还是什么？你解读是这样吗？我其实到现在都还不清楚是什么。那你没有问吗？我跟你说，我看到很多最讨厌这种问题的人会在自己档案标明说我没有掉东西，请不要再问我找什么。所以他可能就只是真的纯粹就是他早就是想问你的角色，想问你是不是对他说的你是找性爱，你的目的性是什么？还是找？难道没有一个自我介绍，就是明白的说我就是要身体的愉悦，没有这样的一个字眼吗？他会打一个字，什么炮？问号。哦，真的哦、嗯，就直接这样就好了。可以啊，多方便。哎、哦，人家不是说用 IG 也很方便吗？现在很多年轻人用 IG， 对，很多人都在 IG 直接约起来。哎，不止 IG， 就也很好用。真的、哦。昨天人家告诉我说，这两个是新的很好用的约炮软件，而且很多照片资料都不太会骗人。好，那我问你，就是说假设有喜欢我的，那我看着他的头像也不错，所以我们就会约了。约了就是直接了吗？我跟你说， 这中间有一些步骤要非常小心哦。什么？比如说他们会觉得啊、你们在性方面聊的好像很契合，今晚可以来了，但是今晚我想来点。照片，第一个照片有很大问题，是不是他本人的照片？还有这照片几年前？这照片是整年前吗？你带有权威感的跟我讲这件事。先跟你讲小故事，好，快点。几年前碰到一个，他讲话很有礼貌，他不是那种聊那种一开始就跟你聊性的，相谈甚欢，就说啊约吃饭，吃饭还有退路，你知道吗？就是万一真的不怎么样，要去公共场所，这样遇到鬼的话，你就拿一片榕树叶放在口袋，拿它丢掉。你看着。那过来，没错，是那个网站上的照片，但问题来了，什么？它比照片大了2倍多。Oh my god！ 听说有的人转头就走，有的人更凌厉的会说你是骗照吧。然后在餐厅里面，也都陪他聊，但是绝不聊暧昧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大概知道，后来也付
账的时候，他强着说，这顿我付，我付，他强着要刷卡，没关系，我们各付各的。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见吧。他有就冒白烟，就是你的浴火在上升的时候，突然有一桶冰水下来就会滑亮亮。还有遇过一个，就是已经捷运站，但是一看到本人也觉得完蛋了，死定了。我在那几百公尺里，脑筋一直在转，一直在转，一定不能够失去身体。然后说你会喝酒吗？他就说。哦，酒量不太好，立刻冲去便利商店买了一瓶 whisky， 帮他买了两瓶啤酒，开始跟他喝酒，就这样硬是很礼貌的聊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就知难而退了。我以为我约到的是一个小鲜肉，结果小鲜肉的爸爸，哇，那修图美肌开多大，请他进来哦。对呀、啊，怎么请他回去？说不好意思、欸，不太适合。那、对方有哭吗？没有啊，他还是很礼貌性的。我觉得修片太夸张，被对方发现、其实自己一定都知道。但是也有碰到就是喜欢的就立刻了，直接又说我家在那，快点快点，就拉着走，直接就是进门就沙发区就开始啦、一定要在床上吗？沙发区琉璃台也很兴奋啊，好羡慕别人的生活。就是有时候我去他家啊、他都会说哦，我昨天才跟那个地毯，你小心一下。我们家 Dennis 非常认真的做了一些资料功课，当然做一点访问。就是、这样的交友软体其实它是有大数据的。曾经在这个一个交友软体里面工作，他就说他们做一个全球性的问卷调查。交友软体现在很多，就是你一定要付费，而且费用越来越高，你付费才会有更多的功能，让你更容易交到朋友，更容易知道谁在关注你。他就说，你知道哪些地方、哪些国家最愿意花钱使用吗？他说很多回教国家、阿拉伯国家。非常愿意，因为他们在那里同性恋有时候是比较禁忌多，很危险的，甚至有危险性被发现的话，所以他们如果有花费的话，他们有个功能就是至少他们可以知道谁在看你的档案。如果一旦发现是朋友，或他怀疑可能是什么秘密警察之类的，他就可以立刻把他封锁。所以他们后来才发现，原来最愿意花钱是这个，而他们理由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们还做了另外一个很有趣的调查。我其实不相信这个调查，因为他们说你是一号还是零号，最多一号的地区落在哪里，你知道吗？阿拉伯国家，他们全部都回答一号。真的？没有人说自己是零号。你觉得是男性自尊吗？对，他们说就是这个，他们的男性自尊很强，他们不能够承认。但是不是我也听说过，其实不是那么绝对的零号一号吗？对，看人啦、看人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些人是很绝对的，有些人就是都可以，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交友软体，我就是很羡慕别人的人生，就是他感觉很自由。其实你知道吗？我也听说一些公众人物用这个、但是他怕被认出来，对吗？所以他就尽量找国外，就是可能是在台湾，可是我就尽量找外国人谈恋爱。或者是比较多外国人常用的软体，有些知名人物照片是真的放本人的哦，碰过还认识这个人，只是他不认识我，他敲我之后，我忍不住问他说：“你不是谁的朋友？你不是那个蛮有名的什么大师吗？”然后他就说：“对，我是。”然后我就失联了、我就被 block 了。所以其实刚刚讲除了同志之外，我就说别人的人生，我就觉得哦，好羡慕。其实还可以认识很多人，不管是鲜肉或辣肉。像我讲的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还单身，其实很多女生也是在用这样的一个软体去满足自己的爱情或是性爱的人生。像你就有女性朋友是这样，对，他其实还蛮善用这个软体的。40上下。哇，好羡慕呢。他其实性启蒙很晚了、他到30以后才性启蒙。所以算很晚。所以这10年就是利用交友软体，然后大概累积了一些大数据。真的蛮大数据。但是我觉得他有一招，他自保的功能很强。因为我觉得女生很危险，因为你最后还把人家带回家，这个怎么自保？对啊，因为他就有跟我说，就有一次碰到那个不是他喜欢的、但是那个人就觉得他已经来了，有点表态他不想走，他就直接跟对方说、你要强奸我吗？我要报警哦。对方一定退啊。有一些人可以学起来，这招还蛮好用的。或是你就刚好家里有很多的那个摄影机监视器，你就说我其实都有在录啦。对不对？也可以。这样也不行。一般家里比较他可不可以太兴奋？我家有哎、我家有两个，一只狗一只呢。你看别人的人生都是在录精彩的那个生活，我们在录狗狗睡觉。现在我真的觉得就是说，这每一个圈子真的是隔圈如隔山。就是像我真的不可能有这种交友软体，因为我也不知道干嘛。然后人家看到我一定会吓一跳说，你想干嘛？
那除了约放鞭炮之外，难道没有经由交友软体做别的事吗？有，做什么？就是茂茂也知道有一个叫做 Egather， 昨天问我朋友说他们是透过约吃饭，因为他们就一起约泰国菜，对，一起吃某一家日本料理，然后就可能六七个人、嗯、他们就这样子去聚会之后呢逐渐成为固定的饭友、嗯、还说、嗯他们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慢慢的发展出恋情吗、嗯、他说不是人家就是吃饭，他说这个交友软体的目的真的大部分就是吃饭、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再骗年龄，也有40岁以上的交友软体、嗯、有50岁以上的交友 app， 然后呢50岁吗？50岁以上的范围就很广了，他说有的人真的就喜欢这样的、哦、对，他说真的他有朋友在50岁以上那种软体里面找到第二春、嗯、很棒哎、欸，对啊，哎、欸，我只有听说就直接去什么去公所的活动，或者是去哪里客运的站啊，然后大家就背着包包去宜兰玩呐、啊嗯嗯。没有，真的就是有这样子的，因为那个老人软体是什么？应该要装一下。没有，我是说李仁哥，万一啦，李仁哥，你不是万一李仁哥。所以你看现在真方便别人的人生，我觉得总觉得过得比较精彩，你会这样觉得吗？还是你自己就很精彩？各自有不同的精彩。你呢？我觉得不要太精彩，因为经历过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不要太精彩。经历过，那为什么有点害怕的感觉？有什么恐怖的事发生过吗？每一个人看到你是都很满意吗？没有，我也被打枪过，好不好？怎么可能？真的，我跟你说真的，因为比如说他们想要做的某些性行为，我不想做，这就会被打枪啊。他一开始就会讲说我要什么什么，我要做什么，然后我就说我不能，就被封锁了。我很常因为这个因素被封锁。哦，还没见面就会先问你？对，因为他觉得那个性行为你就不能接受的话，你就出局 out。那個、他不要跟你浪费时间，什么就不喜欢你。不是在约放鞭炮吗？你要我们讲的这么仔细吗？我比较喜欢，很喜欢的人不多，但现在有一种增加的趋势。我好喜欢你用很权威的表情跟口吻说，现在有一种增加。然后我就是在讲这种事情。没有，以前我有朋友啊，就是在国外受伤的时候，然后我就说面霜达姆给你，但是这一瓶不要再还我了。有的会受伤，对，受伤涂面霜达姆很凉哎、欸。对啊，应该是凡士林。凡士林是。之前要涂的、哦，可是那受伤不能面霜达姆，除非他来置入我们，谢谢。好，你们都要带那个荧光枪去检测一下，你说命案的那种吗？不然会觉得说好干净，都有漂白水的味道。